马哥，该说不说的，这夏天摊上你们倒了血霉了。一个短短3个月的夏至，你们能做出2套皮肤？咱说没屎能不能不要硬挤？没活能不能不要硬整？你们实在不知道出啥皮肤不出行不行啊？再者说了，现在不是到了秋天了吗？你怎么还出夏天的皮肤呀，哥们儿？咱说设计师，你要没有灵感，不行，你上哪抄抄呢？还有这个升级平底锅，究竟是哪个爹提出的方案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刚才骂马化腾抽奖太激动了，因为我在外面旅游嘛，我就拿手机录像，不小心大拇哥没按录制。我气宇轩昂，口吐芬芳，我激战了6分钟，没录上，兄弟们，还让人给我投诉了。就这皮肤，你记住，谁抽谁脑瓜子全纯开花了，真的。1400多块钱整了个平底锅，再花几百升级，拿了个平底锅，一辈子也拍不死一个人，这辈子也看不着这个平底锅的淘汰播报跟淘汰特效、淘汰盒子。这设计师，你设计这玩意儿，你纯纯的，真的，妈脚皮吃多了，纯给你闲的。我真，我一拳我就想给他就给他干碎。